所以今天，不仅老板站台为你加油，给你争取参加越战越勇的机会，而且还给你带来一份小惊喜。来吧，张总，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Hello， 黄德菊，当时公司找到我说你想跟我学习，我听完你的情况以后呢，也非常感动，我也愿意做你的老师。如今看到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，我也为你骄傲。希望你能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忘初心，加油！啊，谢谢谢谢张总，这是业内对对对很有名的一位录音师啊。对他当时给李宇春还有好多人，对，都给这些歌手都制作过音乐，他就比较崇拜他。他名字叫瑞奇老师。瑞奇老师。对，所以我们公司就找到他，就是想让他跟到后面学习一下，这是他的梦想，他就是比较崇拜他。好好加油，好好努力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